鬼宅之谜。偏僻的城郊有一座鬼宅，听说以前吊死了一个女人，深夜总能听见女人的哭声。不怕死的呆喵决定带着自家的狗一起去鬼宅探秘，推开门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呆喵走近打算四处看看，突然狗发疯一样狂叫起来，拼命逃走了。你知道是